好，然后这个调好以后，把这个笔上面的颜色撒在这个纸上面，上面多撒一点就可以了。上面多撒一点，调中等墨色。一，这个宣纸是会有晕开一点点的。二，你在纸上不要停留时间很长。三，这个上下粗细都是一样的。一、二、条、三，一笔画啊。不要停，画第二个，第二个跟它不能在一个平行线上面错开一点啊，下面这个第一个长一点，第二这个画到这个中心，中锋用笔，笔是竖起来的，一、二。三，把竹节用浓墨。从这儿，一、二、三，再来一个，从这个竹竿的后面穿过去。啊，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，这上面在左，从这里。
这是大概的这个画竹叶的位置在这里，调浓墨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两组靠在一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三组叶，两个靠得紧一点，这个稍稍分开一点，然后在这里再画一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就是画叶的这个基本方法。上面是往两边延伸，下面一组往前延伸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这朱砂，从朱砂画两片叶，大叶，一、二，好，这里再来，一、二，这里点一点小的。好，下面画好以后，画上面一组。上面这是一二三四一组，一二三四两组，这两组，这是一组，四个，一二三四。调浓墨，中锋用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再往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往上，
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好，把这个再加一些页，再加页，先把这一组加起来，就是往前加一、二。一、二、三，加一点，这个稍稍小一点，比它小一点，加在这个上面。四、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前面这一组稍稍往前加，一、二、加点小的，加点小的。这个和它连一连，也就这里再画一片叶穿过来，这里也画一点小叶。连一些小叶，然后在这上面画半个叶，就是一半在外面，一半在里面。半个亿，一点点，再画一组，跟它连起来。小的，小的。跟它连起来，开始画麻雀，调一个淡墨。你要防止它晕开，你要准备一张纸，准备一张纸，就是画过以后用纸吸掉。侧方。一、二、三，啊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大小差不多，一、二，差不多，尾巴顺着中线往后画一，三。
好，用这个赭石、蘸墨。赭石加墨，把它的头不要画这里啊，这时是脸，裂开一点，画在这个身体的中间。是把还有这个颜色，两个头的大小差不多。是吧？然后再挑笼墨。先画他的眼睛，有一点干了，应该最好是湿的时候画过来，这样它会晕开一点点，好看。这是飞鱼。上面稍稍点一些点，一、二，眼睛，点两点。爪画爪，爪在身体的两边，中间这个长一点，高一点。中间高一点。然后调一个淡墨，干干的笔，可以用一张纸擦一下，一张纸擦一下，干干的笔，把它的脸，淡墨啊，一动它就跑，这样的颜色就可以。这个颜色不就不会太浓。要这样的颜色，用笔条划清，可以加一点点淡墨，然后横笔，这个笔倒下来，
有这个白背要把它全部填掉了，就垂下去。这是要拿粗的笔还是中？粗笔。粗笔。那这上面就要留空。现在这里一二三啊，画一下，画到这里，由这个白颜色露出来，不要管它，不要把它填掉，给它空在这里，然后画这里，一点点，就给它留出来。一点一点的往里画，这个地方要空，要空，横笔。就是点一下。这两边要平行啊，都是同样的颜色，把平行。
好，到这里的时候，把这个笔沾点水，加在这里面，这样它就淡一点点。再往下画。好，笔再蘸水，再加一点水，下面就不用调颜色，就是水沾点水，这个画干了以后，再调一些这个白颜色，还是白颜色，稍稍浓一点让它，但是能够甩出来，就洒出来就可以，然后再把它添，再洒一下。撒过以后，然后点一些大一点的，大学还可以把这里稍稍加一加。